新闻介绍要参观的朋友来看的是有一名58岁的妇女，伊伫咧六号坐船到外山顶洲来佚佗，但是却因为不明的原因陷入中度的昏迷，随后是无生命的迹象。消防署赶紧派直升机前往救援，同时送到嘉义荣民病院来急救。高雄市58岁的林姓妇人一家伙啊，搭好船来到东石溪林码头，坐观光渔船前往外山顶洲佚佗。在坐船当中，妇人一度对后生表示会晕船，但也是来到外山顶洲。结果妇人一落船，行无几步就倒在涂骹，吐了几嘴就失去意识。工团的团员拄好有人是护士，是帮忙替妇人做 CPR。开船的业者是打电话来通报海巡。我们接到命令之后，立刻就到飞机上面执行任务起飞，然后定向这个外海。那到目标区的时候，我们到达那个船只这边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在船上这个挥动红色的旗子在做求救的动作。那随即我们就在附近找这个可以落地的沙洲落地，然后把这已经昏迷的妇人救上飞机。那之后上飞机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执行 CPR 急救的动作和一些医疗的行为。可能距离太远，海巡转移通报嘉义空军基地，由军方出动救护直升机，将妇人吊挂上机，并送往嘉义人民病院急救。在陪同到病院的妇人后生，就连婴仔都未付清，就上直升机，表情相当紧张，跟他表示妈妈有高血压的老毛病。新闻客户从嘉义县采访报道。